拜托你，我规工做工课，这无闲去这么忝啊！啊，出来放轻松一下，袂闲去哦。当然嘛，袂闲去，你是有家庭的人嘞，你下班了就应该倒来厝内顾家庭，哪会当出来这旁边妹啊？你真是哦，足袂见笑，足袂见笑的。是讲煞话，这位大金宝啊，你看你即摆安尼，你是人间灾害哦。我这啊，你忝啊！等去厝内再过想目睭，想要回去啊。我即摆想安怎？阿祖啊，你讲清楚。 你鬼人，安尼糟践啊！你看你头前安尼，弄我处理过，哦，是规工无势啊！啊，穿安尼走来走去，身材变到这样，哦，真正唔知要怎讲你，巴肚还袂消。你鬼人哦，就哥吉拉大战金刚啦，是金刚芭比哦。而且啊，上恐怖就是你头前的车头灯哦，连米多连米色，我连唔知要怎死。我现在变成你，拢是为着要替你立个死，阿唔才变安尼，你搁敢讲话？所以啊。 又看你命，等你出来对哦，这里的母牛卖关我电话靠逍遥住宅，好。你问到你这这么良心，我是为着你这变成安尼嘞，你是要把这话我讲出来，把你赶走，赶去啊！我今天你要把你拍死，老公，对不对？哎，把你拍死。哦，姐姐，你今天创啥啦？哦，原来是乒乓。 我甲你猜，差点要惊死。小雨，顺你大姐来开讲。有啊，姐夫，拄好下班哦，辛苦啊。哼。不过，那我记得把酒杯啊。哦，谈到我应酬了，加客户恁淡薄酒。哦，啉酒，敢有好味？哈，你是咧讲啥？到下昼人拢知影，我无介意来迄套啦。哦。 安尼就好，刘佳玉，你帮这是要创啥？那我甲姐夫提醒一下啊，姐夫，我甲你提醒一下，阮姐姐吼应该是伫你外口，迄气场满满的模特，比较较适合伊的人生啊。啊，若是讲吼，关伫迄家庭牧场内底啊，做一个专门迄哺乳的母牛吼，可能有淡薄无适合伊。你真若是过来哦，迄母牛可能会掠公。 你嘛知影，阮姐姐若是掠公，日子歹过人，可能就是刘江。哦，姐夫，我有真正代志，剩的时间够你哦，我先来走。好，多谢你的关心。赶紧回去啊！哈，赶紧回去。我嘛无车，赶紧。 你好吧，我就想你了。哈哈哈，我嘛超想你，老公辛苦你。诶，有淡薄仔意外啊，啊，捌着衫，我惊讲你不介意彼味，就歹势的。我太无介意，只要是你，我拢介意啊。嗯，你脾气哦，比外口遐粉味搁较好几啊百倍。嗯。 伊，毋过我即马因为身躯内迄身材拢变形啊，而且我拄则还阁有做房讲，你甘愿去外口闻遐个粉味嘛无愿意闻味，害我心内足艰苦。哎呀，老婆，你莫啥物代志拢干那想着亮亮干嘛好无？我是希望你爱先想着家己，甲家己照顾好才是上重要的。 而且即马配方奶品质嘛真好，不管你啥物，我相信亮亮，我会健康大汉啊！嗯，好啦，我再个想看卖有啥物办法吼。惠弟，你要相信我。 不管你是啥物决定，我这老公都会听你，嘛拢会支持你。